这个真的是也是询问度跟购买度回头率超高的一个弱酸性的温和洗净的洗脸的配方，然后它的味道真的是很多人很喜欢。我们边炒我真的觉得就是男女都超爱的。零皂碱，哎，没开，没有转开。这支我很喜欢。哦，其实就是跟他们沐浴乳的味道是一样的啊，那个蜂蜜，因为我很喜欢它马鞭草沐浴乳的味道。我跟你们说，柠檬马鞭草的味道，它真的就是很像你现在在一个教堂里头圣灵充满的那一种，它的味道非常的清新，然后很疗愈，然后它呢起泡率很高。哦，有人说很好，一点点就很好了。然后它呢真的是在洗的过程当中，你今天所有的不开心啊真的完全在那个味道当中。对，哎，你说对了，我觉得随着你的马鞭草真的就是很疗愈的味道。它不挑肤质哦，如果你今天是油性啊中性啊，谢谢，各种的肌肤状况，其实它都是很温和的。它是有机马鞭草的花水，花水耶，现在真的是只要加到花水，花水你就必须要赞叹了，给它五颗星。对啊，对，高成本耶，这真的是很高成本。对，蜂蜜它可以促进我们肌肤的角质代谢，然后只要代谢快的话，其实你的肌肤相对就会比较紧致，毛孔就会缩小，然后呢你的那些保湿度才可以锁得住。所以其实啊我觉得这一款大家真的很会问哎，这个也是我们的常卖商品，就是我们的柠檬马鞭草的，如何？好好闻哎，又停不下来。对啊，它的味道，整个就觉得很湿。